手过来，有罗思荣老师，还有林思祥老师，还有陈明章老师，大家在晚上，今天晚上节目绝对很精彩啊，绝对很精彩。举下手。那希望这些节目能够给大家打气。一个一个。那晚上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时间靠我们的年轻人的学生的论坛，因为我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啊。想要讲论坛的朋友讲都讲不完啊，可是每个同学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精彩。其实在这边我们上的兼容度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家彼此之间的交流之间的分享。我自己昨天晚上听我同学说了很多，我想我们需要更多年轻朋友勇于站出来讲话，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学习到底为什么来这里，可以彼此坚定我们的信心啊。那我们接下来还有同学有排队，我们下一位是实践大学的陈同学。在里面看到。实践大学陈同学。在那个围墙里面。大家好，我是实践大学的陈同学，我是南实践的。然后我昨天他们朋友打给我，因为他男朋友是警察，他男朋友昨天在台中工作，半夜凌晨三点在乡下台北支援部门活动，而且他朋友。好，请加快脚步哦，这里救护通道。可以不要拍照吗？加快脚步前进，谢谢。现场警察里面有多少其实也是反服嘛，他是为他们的工作，然后站在那边，非常很无奈的抵抗。请大家跟我一起跟警察说一声，警察辛苦了。不是暴力抗争，我们不是暴民，请大家维持好，守住好。无论你反不反服吗？无论你的立场如何，你是反黑枪还是反服吗？请在场的每一个人用你的方式，让那些还在家里打人、还在看电影、还在哪边、还在不知道服貌是什么的人，请他们了解。无论你是在 FB 是用分享，好好还是跟你朋友讲一下，让他们了解这是每个人的事，不是只有现场在立法院的人的事。还有不是只有在立法院的抗议群众，你在人民币分享，你在高雄台中，这都是抗议，抗议你可以自己发，就是只要你的自己最佳。哇，谢了，辛苦了。看一下，不好意思，叫我过一下啊。每一个台阶都是有力量，请你用手调整。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也很感谢
除了东京一场的朋友外，然后我觉得我们大家也需要感谢那些没办法到现场，但是还是有表态支持我们立场的朋友，因为他们也很努力的在他们的岗位上，然后运作我们生活的日常。哎，这位学院啊，以前看到人常常就是为弱势团体发声，只想不到再不说话，就跟台湾就会变成弱势团体。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喊：官兵你。反服贸，反服贸，官兵你，官兵你，反服贸，反服贸。最后这场战役可以跟你们在一起，我真的觉得非常荣幸，真的很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谢谢。好，谢谢啊。那那个我们有一些食物发放进来了，那大家就坐着没关系，请我们这些志工来发放。提供来发放哦，有需要的举手，有需要举手。这边现在有一些自发放的，有报纸，有需要的举手，请我们的志工朋友发放。好好，你就直接在那边举手。坐下来，坐下来。你看我们的志工比较方便，比较方便。对，那我们还是也稍微留一下通道。然后呢，我刚刚收到一张纸条，在跟大家通知一下。晚上7点，其实有从中正大学来支援的游览车，从6部增加成9部。刚刚有说成大的同学如果要回台南的哦，要欢迎一人上来的话哦，在6点在金欧女中那边集合。没有谁要。6点在金欧女中那边集合，因为他们那台车六台车开上来嘛，6台车会带回去。如果有一些你要刚好台南的同学想要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他们还是有座位限制啊，所以就6点在金欧女中集合。这个是那个现场报告一下。我们现在呢，还是有志工伙伴在发食物啊。好，大家请稍安勿躁，有志工朋友在帮我们发食物。所以如果你看到志工朋友在你的前面，请举手；如果你需要的话，举手，请他发给你啊。好，请他发给我们，大家都要站起来，觉得这是一个稳赚。看我们一样哦，刚刚这个人走进来的通道还是尽量让开来，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地方哈。那我们这其实天色渐渐暗下来之后，人通常都会比较多啦。那所以呢，我们跟大家再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在区长公布的那个立法院一场外哦，内场这边会有一组的主持人，会有一些活动。那同样的，在我们门口青岛公路的外侧，也有一个简单，我们都没有舞台，因为我们是搬舞台，就是一块空地哦。那就是希望让里面的、外面的伙伴都可以看到有人在上面说话，那也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进行什么样的行动。那今天晚上呢，刚刚副总有说了，会有一些表演跟一些简单的短讲。那我们今天的行动啊，其实从早上8点开始就有廖本全老师，那一直到10点都有各个大学的老师来为大家做公民课，我们在街头做我们的街头公民课的行动。请问有垃圾需要清理吗？各位同学，在我们这个现场，除了一起捍卫民主之外，也可以学习更多有关于民主过去的历程，还有我们如何去看待服贸协议会对于台湾和中国的关系的影响。那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可以培养各位同学，那现场来到这边每一位地主的公民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像我们今天是因为自己自发性的看到的事情，一起来到这个地方守护民主。我们更希望的是，在看待各式各样的公共议题，都可以培养自己的敏锐度、观察度，然后判断这个议题跟我的核心价值、跟我的认知的东西是不是相符的。这是我们认为在街头的公民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一再一再的重复。但我们现场，我们毕竟不是一个表演的晚会，这是一个抗争活动的现场，所以可能会临时都会有很多状况，可能会有人闯进来，可能会有人喊说要进行集结的。但我们还是希望哈，因为我们只办了让大家有参与，谢谢大家。不好意思，请保持通道流畅。
还有。我要先放进来一点点，不要等到那种。好了，往前移动，谢谢啊，谢谢。你向前移动，回到你自己看。先放进来，还有还有。先放进来。辛苦了，辛苦了。什么？看到什么？这边好像被封了。对啊，辛苦了，非常快被封了。不要在这里逗留。辛苦了，辛苦了。看吃的好不好？好，好不好吃啊？好吃，好吃。对啊，每天都不太一样啊，是不是？你像个便当，像个样。欢迎中华历史系的严同学。